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相信在大多数人们的心中，大象一直都非常温顺老实的。它们体型庞大，性格憨厚，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们。不过小象就不一样了，小象在小时候是非常的调皮捣蛋。一头小象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把一旁的象妈妈也是急得不行，立马向饲养员求助。而小象却因为装死太认真就睡着了。只见饲养员在小象背后推了几下，小象竟然活蹦乱跳地站了起来。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象宝宝从丛林中走到公路上后，刚好在公路上有一群低空飞行的小鸟，这下可把好动的小象给吸引了。于是它开始追着鸟儿玩耍，场面看着甚是有爱，这过个马路都能玩起来。而下面这个小象宝宝就更搞笑了。视频中小象宝宝看到管理员在冲洗马路，立马走到管理员面前蹭凉水，要求管理员帮他洗澡，下一秒竟然还一脸享受的直接躺在了地上，样子看起来别提有多享受了。而一帮的管理员好像也明白了小象的意思，不停地将水往小象身上洒着。小象的举动真的是令人哭笑不得，不得不说这只小象太可爱了。对此小伙伴们你们觉得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